我就想说，我一定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样子。然后去了日本，打拼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没有想说会打到职棒，自己向往的阪神队这样子。棒球给我很多很宝贵的经验，也让我学习到日本人的精神、尊重、礼仪，所以，没有棒球就真的我现在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没有办法，可能也没有办法站在这里，所以很感谢棒球，虽然棒球很辛苦。其实真正决定的时候应该是上一军然后下二军的时候吧，挣扎多少都会有啦，就是因为今年一开始也没有在一军的练马里面，就觉得有稍微的小小的失落，然后虽然在二军打得还不错，可是也没有上一军的那一种感觉，对，那一种机会好像就是年轻的也蛮多的上去了，所以这么多年轻的上去了，自己可能也是这个年纪了嘛，那要上去的机会可能比较少了，那就也真的就差不多了。对，我刚才所说的老将是没有所谓的状况不好，对，你年轻的你状况不好打不好，教练还是会给你机会嘛，可是你比较有年纪的话，你打不好，人家就会认为说啊，你就是老了，体能不好了，或者是眼睛已经跟不到球了，这都是有很多会有教练会有这种想法的。没有，我就是感觉其实今年的状况都还算不错啦，甚至比去年还好一点，可是没有机会就是你没有办法站在一军的舞台，那就是表示没有机会嘛，没有机会就也差不多了。遗憾很多了，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对啊，你不能说我为了受伤怕受伤然后没有那个拼劲，那我就觉得那当职棒球员也因为球迷都是买票进来为你加油的，你这么为了受伤然后懒散的跑啊，这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对啊，我觉得受伤你就是受伤，然后你就是要赶快复健，然后又可以回到这个场上，而不是说我为了怕受伤，然后我这一球打出去我不要跑得太快，对，因为我怕受伤，那这样子整个棒球的尊重就没有了，对，这个感觉也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是日式教育出身的，日本就是他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甲子园的时候每一场都是三四万人在看，五万人在看的时候，那一种积极度，你不可能说啊，我打一个投手滚地球，我不跑，跑到一半就回来，那真的，那看到教练的脸，你就会怕了，你怎么可能不跑？对啊，你都是要对自己要有责任嘛。就是你打怎么样，你还是要把它完成，跑垒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而不是说我安打才要跑，那这就感觉都怪了。对，就很舍不得啊，因为毕竟他的一些场上的那种精神
是值得我们一些年轻选手去学习的。这样，就是还希望可以还有机会再看他打球。对，因为他打球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个棒球人的态度吧，就是会展现在球场上这样。那今天是最后一次在这场比赛，没有了。哦，对哦，对啊，没有想那么多。那有这么好的球场，我们的管理球场的人也蛮多的啊，所以都维护的球场都维护的都不错这样，所以有一点失落感。球迷对我就觉得一个职棒的球队，一个职棒的球员，他如果没有球迷的支持，那就真的完全是有一点悲伤的，就是没有用。对，一个职棒他一定要球迷的支持，那就是要对自己付出责任，球迷才会支持。真的，我是打起球来是蛮幸福的，有这么多人为我加油，然后在我受伤的时候也不断的写信来给我打气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球迷的话，就真的没有办法走到今天。对啊，我很感谢球迷。对，太坏了。如果明天我下场的话，就剩三个打席、四个打席，最多五个打席，就要放下球棒了嘛。对啊，那可能就脑海中会有一些画面会浮出来，会呈现出来，就有好的，有不好的，那都是我的过程。对啊，那也都是。算是我的经验啦，我也不会说会有不舍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最后你就是还是要把它做好。对对，这就是我对棒球的观点。哇，不过追求又是同样的角度，这一次就上看台了。这一球出棒在右外野方向，非常的深远，应该来看看距离够不够呢？2007年的时候，我去甲子园的时候，一位日本友人买给我的。那他也很喜欢林慧柱，然后蛮可惜的是，前几年他已经就是因为生病然后去世了，没有办法说实现在台湾我带他去看林慧柱的机会的。算他帮他圆梦，然后连他的份一起帮慧柱加油。对，这件事我认为最有意义的。特别来看林慧柱。我是从很远地方骑摩托车冲过海的。今日1時半に桃園に着いて、で台北に1回行って、そこからバスで高雄まで来て。我会看日子，然后看日本的球迷就是用布做，我觉得还蛮漂亮，所以我想说我也想要做一个就给慧柱看。只是没想到这个做好之后，没多久他竟然说，他要赢队了，对。就原本是想说，
可能等明年他回义军之后才要当这个亮相，结果没想到他第一次亮相也是最后一次亮相的，就是还是很难，还是会很不舍，但是就是尊重他的决定，就想到之后就再也无法看他在球场上奔驰，就有点难过。但是我知道他会以另外一个新的身份回来，所以我会等他以他新的身份回来，然后继续再加油，继续支持他。今天很感谢，听说也是今天也是工作日嘛，然后很感谢球迷到场来为我加油这样子。我一开始我跑出去的时候再跑回来，我快要流泪了，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再跑出去第二次的感觉，对，就很感动。因为那一支球棒我已经放了几乎快要15年了，然后我在一开始二军的比赛第一年是完全没有在二军有出赛过，然后第二年在二军第一次的出赛就击出了一支三分炮，然后就想说纪念就拿回来台湾，然后就刚好今年就有空就拿出那一支棒子，我就想说那我如果退休的时候，我最后一个打席就是想要用这支棒子来结束我的这个职棒生涯。第一次打击是第一次打击三分炮。因为我昨天晚上就突然就睡不着啊，有点失眠，然后就想说今天如果拿了冠军以后就结束了嘛，那可是又不想要再多打一场这样子，对，又多失眠一次也不好，所以就是尽量跟大家靠大家的力量把今天的球赛拿下来，然后做一个最美好的算是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这样子。球基地要喊什么？看你啊，看你啊，就是看你啊，兄弟，切！你要喊什么？喊上分出来！这一场因为面板昨天晚上就出来我就知道了，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应该就是上场代打一次的机会，然后就把握机会这样子，对。是有一点难过，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他就好，有看到他就值得了。因为就感觉就是一直像唱我的应援曲的歌啊，然后为我加油啊，
然后那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我不行，还没上去打击就已经不行了，那也不行啊，对啊，所以我就躲在里面回棒这样。这几天都有来啦，对，就所以威助你隐退，我也跟着你隐退了，对，我要希望我最后支持的球员就是你，对，谢谢你威助。有可能是生涯最后一场比赛的林威助要来上场打击了，这也很有可能是他在生涯的最后一个打数。蛮头脑一片苍白这样子，对，就上去的时候就我是最后一次上去那种感觉，对，那一种就很多画面就一直呈现出来。那个心情就有一点复杂，我平常是在打击的时候都是第一球来我喜欢我就打了，结果我看了两三球这样子，对，那就是还有一点想要再多一点在那一种打击区的感觉，可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最后一次，对，那结果是好是坏那都没有关系，反正打球打到现在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对，棒球虽然带给我很多的风风雨雨啊，没有说很平顺，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我的经验啊，然后也有好的时候啊，对啊，都是一个好的经验，我不会觉得说打棒球是一个遗憾。兄弟的球团呢，原本是有想要帮林威助来安排这个隐退赛，不过因为现在一军的部分，球队是还有季后赛的机会，所以林威助为了球队跟大局考量，是婉拒了球团的好意。那也希望球迷能够体谅。挥棒落空，结果林威助是遭到了三振，也结束掉了这个半局。没有，因为大家都走出来了，所以我就感觉啊，就真的打了28年的球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一点感动，对，很感慨了，对。我抱他的时候，他突然哭，我吓一跳，眼泪都跟着掉了，就跟他说神拜辛苦了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就很自然的涌出来吧，就结束了，对啊，就心里的石头也放下来了。打棒球就是这样子，你有开始就有结束嘛，对啊。那今天跟着我放了15年的棒子一起结束，他可能也不想断了，结果打最后是三振，因为放了15年的球棒，我怕打到也应该会断掉了，对啊，所以他可能也不想断，那我就放着留念就好了，对，纪念。在最后那一次上场，其实我有一点感动到，那球迷又替他的加油声，当下我也有一点忍住了，那下来有看到他，其实他一直在忍。真是很压抑啊，那个真是压抑，说不哭也难啊。我们看了，我们自己都快了，对，我们自己都快受不了。没有，因为他坐在里面嘛，那我就一直回头。你知道为什么圣伟要戴眼镜？其实圣伟也哭，他戴眼镜，只是我这样看，哇，就心很酸。对，
他也压抑很久。打完下来之后，整个休息室里面都鸦片无声，然后大家都很安静，就是觉得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是觉得可惜吧，对啊，因为很好的选手，很好的学长这样子，对啊，就是在这个时候退休这样子，对啊。对啊，我觉得那时候就想说还有九局上九局下，一个人次一个人次的就是出局拿到了，然后我就觉得就好像越来越接近的感觉。我觉得打球真的很辛苦，我现在38岁，还是对棒球的尊重，打球的态度，我觉得没有一天我是有松懈的，对。然后就结束以后，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好像轻松了许多了，对。我们的刘会长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进行抗议式。今天呢，会长也早早就来球场，在烈日之下说为球员一起为中心兄弟加油。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吴志扬会长来进行。我们的刘会长，我们的刘会长，
那球赛一定会结束的，对。那好的事情是拿到冠军，对，这真的是一个算完美的句点，对，我的这个打球的这个生涯里面就这个句点，我觉得画下去也不错，对。开始我瞄到他的时候，我也快哭出来啊！对啊，因为就是我国小打球的时候，我爸爸都会带我妈妈，工作完了就会来看我打球，那好像就是每天会做的事情。然后国中也是一样，然后突然当我已经决定要去日本发展的时候，他就突然就走了，所以之后的。就是照顾我跟我哥的这些生活都是靠我妈妈这样一手带我们过来这样子。我觉得他很辛苦，对，就因为这样所以特别希望他做一场。最后一场是他自己要来的，不是我叫他来的。我只是想跟他讲说，去了日本这十八年，虽然很多事情没有说很顺利，但是他一路照顾我们，就是供我们读书、打球这样子，他自己也很辛苦，然后也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我就想说，我一定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样子，然后去了日本。打拼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没有想说会打到职棒，自己向往的阪神队这样子。我想跟他说，我虽然不是最突出的球员，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希望。他会为我感到骄傲，这样子，对，想要跟他说一声辛苦了，对，就这样子。有他看到出来的时候，他也是，他也很累。我也不知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要，就眼泪就快要掉出来了，对啊。他的位置蛮隐秘的，他跟我说。我忘记第几局了，我就出来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刚好在柱子的旁边，然后他跟我挥手，然后我就回想起以前我小学、国中的时候，他每天来看我打球，跟我爸一起，对，就感觉很感动，对。
没有，就想跟大家照个相这样子，很难得他们来球场为我加油啊。对啊，而且今天又是要工作的日子嘛，就比较正式一点，因为之后有没有机会穿这一件球衣我也不知道。对啊，可以跑一下吗？不要了！不要了！来来来！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可以。拜拜！拜拜！辛苦了，拜拜，不会打到，叔叔拜拜拜拜，谢谢妈妈，拜拜拜拜，谢谢妈妈，哈哈哈哈哈哈，拜拜，好，休息，拜拜，拜拜，拜拜。量好球了，然后我也不想要站着看三振，或者是最后是保送什么之类的，我还是把我的挥棒姿势完成。那有没有打到那是其次，对，那就是那一次的挥棒就结束我的职业生涯这样子。